原标题：历史上的今天，1505年6月8日，明孝宗朱佑樘逝世。在天愿作比翼鸟，在地愿为连理枝。自古以来，人们对美好的爱情就极其向往和憧憬。从古至今，痴情之人不在少数。从东汉时期，为了让发烧妻子降温，自己跑到冷风中站着，再跑回来抱着妻子，用身体来为妻子降温的荀凤献；到隋朝数十年不忘妻子，破镜重圆典故的男主人公徐德言；再到清朝每每写词怀念难产而亡的妻子卢氏的纳兰容若。然而作为一国之君的明成化皇帝朱见深，而他所痴情之人就是一个比自己大17岁的女人，还爱得生死相随。两个人最后离开世界的日子仅仅相差3个。